都说偶像练习生兔子眼漂亮，别忘了华晨宇的各种眼妆。之前偶像练习生火爆，大家疯狂画同款兔子眼眼妆，看我是歌手决赛才发现华晨宇才是真正的眼妆少年。虽然汪峰破音，邓紫棋忘词，但是吸引我的还是华晨宇。一个普通款的眼影，毛不易都不想和张韶涵牵手了。这样呢，是不是眉目皆是情？好吧，真是无敌了。之前偶像练习生火爆，大家疯狂画同款兔子眼眼妆，看我是歌手决赛才发现华晨宇才是真正的眼妆少年。虽然汪峰破音，邓紫棋忘词，但是吸引我的还是华晨宇。一个普通款的眼影，毛不易都不想和张韶涵牵手了。这样呢，是不是眉目皆是情？好吧，真是无敌了。之前偶像练习生火爆，大家疯狂画同款兔子眼眼妆，看我是歌手决赛才发现华晨宇才是真正的眼妆少年。虽然汪峰破音，邓紫棋忘词，但是吸引我的还是华晨宇。一个普通款的眼影，毛不易都不想和张韶涵牵手了。这样呢，是不是眉目皆是情？好吧，真是无敌了。